希波克拉底汤其实是我们在学葛森疗法的时候，它很重要的一个叫热的精力汤的概念。嗯，以前我们在台湾大家都是喝精力汤都知道还要加冰块，什么怕温度太高破坏酵素，其实这个观念不对。而且很多人喝精力汤会拉肚子，对，太凉，对，太凉，对对对，要跟大家调整一下。所以我这个食谱是要按照体质去调整，温的，对，温的，你可以喝温热的。那这个是希波克拉底，就是我们在古代医圣嘛，我们医生还要当考上医师执照，要宣誓，就是要宣誓这个希波克拉底，他就是西方医学之父。对对对，对。啊，你知道东方医学之父是谁吗？华佗。华佗。你这博客来还真的聪明哎。真的吗？真的啦，是我有去查。他说呢，因为他是古代的名医嘛，那其实他也是东方医学代表，所以他可以媲美这个。希波克拉底，对，阿丽丽还神农，神农不是更早尝百草吗？神农可是他只是尝试而已啊，对对对对。那个上千年前，这个希波克拉底其实应该讲那时候没有西药。Okay. 其实大部分的药也都从草本植物来的，所以他也发现这一道汤是可以清洁肾脏，很好哎，蛮重要的。你看我们台湾洗肾哈，世界冠军的第一名啊，所以这个汤是可以保养我们肾脏。你看，不但浓缩了蔬菜的精华，同时也可以作为炖煮料理的汤头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其加其他东西就可以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它可以让脏器温暖，尤其我们冬天、秋天的时候，哎，喝一下其实蛮暖身、暖胃的啊，还可以提高免疫力。还可以很好消化，因为我们把它炖煮过，就像我们，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医炖中药汤一样，因为熬煮之后酵素是没有的，为什么？就像我们熬中药汤一样，十碗水煮成一碗水，最后要得到什么？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，我常常问这个问题，在我在教大学的时候，精华吗？对啊，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分析，什么东西会被熬煮会不见嘛？你看水一些水溶性、水溶性维生素会不见，有些熬会不见。你看那个，你看中药汤也会熬煮不见，对啊。中药汤里面也没有蛋白质啊，除非你加肉嘛。如果没有加肉的话，就没有，几乎都没有东西。那怎么会熬熟熟一碗？其实绝大部分的功效在于耐真金不怕火炼，什么东西就是精制编的。精制编的钙啊、镁啊、钾、铁，哦，我们讲矿物质编的矿物质，对，矿物质这类或石头编的，有没有？滴来带的丢，你怎么煮它都会还在啊。所以那个浓缩的汤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需要所谓99种微量元素。我没有在断食的时候，其实我平常也熬来给全家人当浓汤喝，对，其实就像浓汤一样。那首先我们准备这个是这个叫什么？土地里面的苹果。哦，我知道马铃薯。马铃薯，对，大家都知道苹果很有效嘛，这个所以土地里面那个苹果所以土地里面的苹果也很有功效哦。马铃薯，那我们就两颗啊。当然，如果你我建议在我们在做排毒断食的时候，尽量用有机的食物。哦，好啊，有机的食物，有机的食物连皮去煮，它的矿物质会更多哦。所以就是代替淀粉、饭类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希望大家淀粉量降到最低。这个现在是算是初阶版的。对，那这个是等一下陈博士会有进阶版。一大颗的洋葱，一颗洋葱。老师，你现在煮这是一人份的吗？没有，这是一大锅，大概四到五两颗马铃薯，一颗洋葱，一整家的。对，给会要让你让家，对，给会让你增加。三到四颗鲜红的。红番茄，大颗的，大颗牛番茄，牛番茄，牛番茄，大颗的，好好好。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观众不用那么猛，他请客，对对对，剩女的剩女小番茄，那希波克拉底在欧洲，他们是用一种欧洲的所谓的芹菜根，因为我们台湾没有，不是根。根很特别，这个台湾没有，很大一根，很大一颗，就像甜菜根一样，但它是芹菜的根哦，就是芹菜的根，对，但因为我们台湾没有，我们就用芹菜，哦，用芹菜 ，OK， 甚至有时候我会废物利用，用芹菜的叶子，根的能量一定也比较，能量比较强，对，比较强，对，那少是芹菜，那如果是我们用这种西洋芹，就是两大根，哦，好，两大根，好，那这个是蒜。青蒜、切蒜、切蒜，嗯，那如果你今天这个季节没有切蒜，洋葱再多一颗哦，用洋葱代替青香料类，对，那这个大概两根到三根，对，好，那蒜头大概四五颗，这真的不会难哎，不难，对啊，家里都有啦，水龙骨啊，就我买掉啊，这些东西随手可得，来了，最后一个比较特别，我们去吃那个板豆，板豆装饰，对吧？后讲很重要，对，你讲巴西利可能我们婆婆妈妈听不听不，你讲板豆哈，坑哎。装饰来边啊啦，边滑边挨啦，对啦。大部分我们都没有吃哦。对。你知道在欧洲自然医学里面，它是非常重要一个。基本上加，我喜欢装饰你啊。而且会重复用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其实不是，我们就抓一小把这样。哦，哎。记住，这个哦，是他们欧洲人把它当成叫做植物的威尔刚。哦。多放一点没关系。那这一道汤底不加任何油，不加任何盐，不加任何
胡椒粉调一调一调料都不要。对，但是你们会觉得好不好喝，等你喝喝看，因为它就靠这些天然香气。不用，我们就这样子，就这样装好以后，把水刚好盖过。水刚好盖过这些食材，你就小大火滚以后开小火给它炖煮一个小时，其实就跟熬中药汤一模一样。也可以用炖锅嘛，现在很多流行砂锅，对，那种炖锅。那炖好之后，放到我们的调理机、果汁机打成这个浓汤。哇，就这样，这叫热的精力汤。这个滋味是如何呢？我们要先进广告，这是初阶版，等一下还有进。